大家玩得很嗨喎，係咪啊？辛苦大家。每日下晚路人靜默無說話，在這小島各有新的奮鬥，同建立起每個家。大路上有着同樣是自信吧，大概走得到這年，再加薪都不再怕。我跟你踏遍真心的遊行，虛假的繁華，台風想侵蝕的當晚，一起抵擋雨打。疫症傷感中流行，情操仍然連環，望見星星要雲落，一起看過你上夜難晚。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天，你我原來怎麼蜕變，總可讓進度當時光裡跟上這片天。這對路又再跟天一天轉，我們未可回味到美麗從前，未有新的世界。就算在港天風夠花飛再一天，你我仍然甘於眼前。走得過最絕望危難了，哪會怕考驗？時代變，人物風景都改變，我們應勇敢地宣傳前面。如誰在苦痛裡唱演，你會意上面朋友你們好嗎？嗨、hey, Hello， 喜歡的可以用一首歌，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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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都牵挂，这时都舍不得放手，直到真勇可忘掉，怀念已是不够，未有手掌印那时一起走过，你又记得否？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天，你我原来怎么蜕变，总可让冲动荡。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天，你我原来怎么蜕变，总可让进度当时共旅感受这片天。这句论又在一天一天转，我们未可回归到美丽从前，亦有新经验上演。就算在老天风格花飞在一天，你我仍然敢于前，走得过最绝望危难，哪会怕考验？时代变，又一一消失少年，我们可否约定维持乐观笑容，一再又再见。
各位女神经 dancer 说吧，好想佢哋咧喺台上面会面好多嘅，因为我哋都唔系跳加班嘅，系嘛？唉，好开心啊！真系，我好耐冇嚟到云顶啦。之前每一年都会嚟一次 ，and then 会嚟到马来西亚做好多宣传。而家真系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所以今次可以嚟到雲頂同大家唱歌，真係好開心，都真係好掛住大家，多謝你哋。其實呢一首歌喺我大概四五年前啦，係咪？係四五年前拍嘅一套電視劇主題曲，而呢首歌亦都帶俾我好多可能。而喺四五年前啊，嗰、那個直頭係咩啊？嗰、那個直係國歌嚟嘅，大佬。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都係有少少馬來西亞華人嘅血統啊，所以我樣都係比較鬼鬼地嘅，係馬來西亞華僑嚇。OK， 咁啊，呢首歌亦都因為呢套劇而令到我喺好多，尤其是東南亞地方開始越嚟越多人認識，所以我真係好開心。跟住落嚟呢首歌呢亦都係我第一次唱嘅，亦都係我新年嘅。咁啊，大家都知啦，最近啊我都喜事重重嘅，係哦，原來大家咁樣啊，咁啊大聲啲鼓勵下我啦，暖在心啊，好窩心啊，都係大家嘅祝福，係我會盡。是我会 盡我最大努力做好老公同埋老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好像做緊爹哋咁样，我唔知点解啊。所以上天好多嘢上天俾咗个好嘅 gift， 咁所以呢首歌奠定嚟就係唱俾佢听，亦都希望在座有好多嘅小朋友好多家长亦都鍾意听呢首歌。送给大家无条件。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
因為有了、家庭之後，成日很多朋友跟我講很多嘢，但我自己又成日覺得唔知咧，好似天生天養咁樣啦，係咪啊？係咪啊？但有很多朋友跟我講：，哇，你小心啊，你又要開始買禮粉錢咯喎，係咪啊？咁跟住咧，你諗下出世要咩醫院啊？要特計諗下你生嘅時候咧，你諗住生幾多個先？嗱，你生一個咧，你就唔好開刀啦。咁生兩個呢，咁你就係啦，你就自己諗下啦。咁跟住又要讀書嘅時候呢，就要 play group 啦，係咪？跟住又要有啲乜嘢嘅配套俾佢啦。哇，係仲辛苦我拍戲真係，我拍戲都係捱間底嘢，我都覺得好辛苦。咁當然，我覺得每樣嘢辛苦呢，都一定係好值得嘅。起碼我有信心嚟緊我拍嘅戲會更加有感覺先啦，如果是一些做爹哋的，是不是？那啊，搶了來到第二個位置BB 來了我就我最多我最多跟他媽住做BB 來了真的好看，我自己都學了很多東西。 OK， 那啊，跟著這首歌呢也都是我第一次唱，也都為今次在雲頂裡面表演練的歌。這首歌也是我一位非常喜歡的偶像，我想這首歌大家一定會耳熟能詳，希望懂得唱的朋友就跟我一起唱，送給大家張國榮的《醉》。
好光阴纵换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穷风雨败了也完全不重要，谁比你重要，穷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都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其实这首歌都是送给大家，因为马来西亚所以有今天的掌声。在这个 situation 已经答你了，我都爱你，我爱你的家人，我爱你的全部，我爱你的小朋友， OK？ 咁啊，哥哥一路都讲咧，都是我自己一个非常之好偶像，系。但因为每一次有时很多的演唱会才可以唱到一些比较新的歌给大家听，因为有咁好的 live band， 可唔可以俾啲掌声我哋嘅台上嘅朋友？谢谢。咁啊，其實每一次我嚟演唱會揀歌，其實都有啲難度嘅，因為有啲歌就實在真係唱咗好多次嚇，咁、會俾人投訴嘅。有時我揸住牌嗰啲嚇嚇，因為冇辦法，因為佢哋都俾錢嘅，我都知道好多人俾錢係，咁但係佢哋啲係鐵粉嚟噶嘛，係咪？咁啊，所以為咗滿足大家，咁希望都可以即係粉絲啊，咁可以唱一下一啲新嘅歌俾大家。但其實講唱歌，我都可以由七十年代到呢個年代都 OK 嘅，係，因為我讀書我都係聽 Twins 佢哋嘅，係啊，係啊，所以我年紀都唔係好大嘅，係。咁但係有一首歌咧，就一定要唱嘅，因為呢一首歌咧，頭先啊你講咗啦，係咪啊？係我心目中一，我自己心目中喺馬來西亞嘅國歌啊，因為冇呢首歌咧，就唔會有陳展鵬啦，係咪？即係嚇，咁啊，希望我真係嚟緊嘅每一年都可以同大家見面表演，或者影下相，或者去下唔同嘅摩，係咪？咁啊，去同大家玩下遊戲都好開心。咁啊 ，thank you， 係咯，
其實應該要俾多啲掌聲，覺得我講嘅係嘛？多謝多謝多謝你哋。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亦都係頭先所講嘅一首好重要嘅歌，因為呢首歌亦都喺馬來西亞我拍嘅電視劇裏面，我係其中三甲係非常之中意，亦都我唔知道仲有冇機會有監製可以揾我拍呢一類嘅角色。個角色嘅口頭禪就係成日講遷差嘅，但我真係唔遷差嘅，我真係盡我能力去嚟馬來西亞演好呢套戲，亦都俾馬來西亞朋友睇。希望呢首歌令到大家會回味一下《差半度》，多謝。呢套戲大家係咪差唔多每個人都睇過啊？咁啊，亦都想唔想我再拍續集啊？想。但係而家有啲問題喎，陳欣妮就結咗婚，陳展鵬就做咗人夫。咁喺馬來西亞仲有啲咩題材呢？咦，大家靜曬喎。
嚟個馬來西亞 BB 來了 OK 喎，係咪啊？冧曬頭，你結咗婚未啊？你嗯，好多嘢諗嘅，小心啊！OK， 咁啊，其實呢一年咧，我都真係停咗好耐，冇做好多譬如拍劇嘅嘢，因為大家都睇到一啲新聞啦，係咪報道？即係呢兩年其實都哇好精彩，過山車咁。咁我主要都係除咗即係結咗婚啦，係小朋友啦。咁大家千祈唔好上啲雜誌啊！嚇，千祈唔好上啲雜誌啊！嗰啲雜誌又話我呢樣嗰樣嗰啲，你千祈唔好信啦。我哋信科學嘅 ，OK？ 咁但係事實上最近我屋企人啦，屋企人真係身體唔係好舒服，咁所以一直都有陪佢身邊。但我相信除咗我諗在座咁多位都係有爸爸媽媽或者有一啲嘅公公爺爺嫲嫲，佢哋都係好似都會年紀大啦，好似我爹哋媽咪咁。咁我自己一路喺呢十年喺 TVB 裏面都一路去打拼，去埋頭苦幹去做一啲嘢。咁我所以我都好缺乏咗，或者覺得自己冇喺屋企裏面嘅顧及自己嘅屋企人。咁所以就喺呢差唔多接近兩年嘅時間，我就停咗所有嘅工作，希望可以能夠有少少嘅補償，可以同佢哋多啲生活。咁亦都希望藉住以下呢首歌，送俾在座每一位嘅屋企人能夠身體健康同埋開心快樂。送俾大家呢首歌，亦都係送俾我自己嘅屋企人。識唱嘅真係可以一齊唱，真的愛你。Thank you。可以拍手嗎？你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
爱你。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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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